1937年12月，随着上海、南京的沦陷，浙东地区的宁波、象山、镇海等地已经成为直面日寇的前哨，随时面临着日寇的入侵。看起来箱子很沉呢，像是走私的，小心点。看来咱们回宁波的这条路必然会有很多的故事。放耸低翠玲珑沉，春共万家复远目，响达两地分啼琴。宁波，新伙计明天就到，组织上协助我们组织抗日武装的同志终于到了。老伙计未曾离老店，老伙计，郑书记，这老伙计是王茂林同志。那他还活着，那他就在宁波啊。这茂林失踪两年了，始终没有他任何消息，看来组织上有他的确切情报，真是太好了。日本轰炸机又要到了，最近对宁波的空袭越来越频繁了，自从日本占领了武汉之后，浙东一带随时可能沦陷，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，我特别期待组织上给我们派来这位新的同志。小哥，小哥，不要随便乱看，咱们船上来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人，是不是特务？没这么简单。经过军事训练，腰杆很直，而且一看就不是从底层轻易混上来的那种军官模样，喜欢眯着眼睛昂着头，一副审问犯人的样子，这双手又白又有小兰花指，你说是什么人，一目了然了吧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雾灶，小心火烛。大长官来了，哎，今儿是什么日子呀？今天的码头和往常不一样，我刚打探了一下，说是有国民党什么特派员要来，一切见机行事吧。彪子，一会儿这个特派员来了以后呢，你得看我眼色，见机行事。哎，您放心吧，我彪子办事儿，啥时候让您操心过呀？大哥，林东也来了。站总，魏生，我到了。早来了吧。石红兄亲自来了。分生兄，你也挤兑我呀，这不是团座出来迎接特派员，非得要我过来陪的。要我说，满彪就是想到码头来耍耍。那是是，
张衡，这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亲笔签署的函件，请您过目。特派员果然是一身正气啊！ 在下陈海生再次代表本部欢迎张特派员的到来。陈团长，在下有一事相求。嘿，特派员，您有什么指示，您尽管吩咐。看到那个箱子了吗？把人和货全部扣下来。嘿嘿嘿，特派员，这个事儿。 陈团长，认识他们？那是船东的小姐。但是那个箱子有问题啊，必须要开箱验货。我刚才说了，这个那是……还有没有人执行军令了？长官。 李曼彪，李曼彪，腾总，你要干什么你？我这都是为了您好。闭嘴！都是党国的人，为党为国，李营长忠勇可嘉。谢谢特派员褒奖。不行，让开让开！这事情跟他们有关系吗？那个人小胡，现在是政工队的，刘院长一直通过他向外运送一些违禁药品，帮助很多贫苦大众和咱们的伤员。 一会儿见就行事，尽可能的保护他的安全。是。陈团长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我们家的船，您是知道的。难道我们还不能给自己捎点货了吗？叶林小姐是这样，这不是特派员今天刚到，非要例行公务啊。叶林小姐，咱们家的货也没什么。 怕检查的不行，就让他查查。不行，我们公司和码头还有管理局是有协议的，我们船运公司的货物都是免检，大家都必须遵行。我看还是让事实说话吧。 营长，走！干什么？这是我的箱子，要钱打开，从我尸体上过去。团座，大人不打脸，我不同意强行检查。走，分绳。 都把枪给我放下，老子还在呢。好啊，既然陈团长这边不方便，那我就亲自去开箱验货。哎呀，特派员，不必。
事，第一天来就不想日本人轰炸。
是人是鬼，把他带回去，一定要查查他的老底。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同志。是，走。人呢？没看到。接自己同志，却被同志甩了，而且干净彻底，这还是头一次遇见。这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，我们估计不足，准备的不充分。老板，坐车吧。啊，谢谢啊，我们不需要。不需要，不坐拉倒。养天地正气，法古今完人。这是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抗日声明的时候，身后的两根柱子上所写的话。多么深刻的话语，令人为之动容。特派员同志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林营长有什么急事吗？战争状态下，军人吴先生。特派员，别介意，别介意，我们都是一介武夫，没什么规矩可讲，也不会咬文嚼字。这么说，陈团长已经调查清楚了，鄙人是一个喜欢咬文嚼字、搞党务的文人。特派员，汉生绝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的意思呢就是。天涯若比邻，海内存知己，都是革命同志上战场一家亲，哼，是这意思吧？嗯。现在是战争时期，我们要配合地方实施宵禁，军队有义务这么做。哦，我还带来了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对二位的特别嘱托，希望二位。配合卑职的工作，完成任务，否则会辜负委员长和长官的重托。汉生明白。哎呀，梭子蟹、龙凤金团、醉泥螺，还有这宁波三臭，还有这黄鱼面。郑书记，今天太丰盛了啊！尝尝这十年老黄酒，嚯，你闻这味道，哎呀，我现在就闻见了。哎呀，这家乡的味道真是扑面而来啊，真香啊！香吗？郑书记，您说两句吧。好，讲两句。一个呢是我们给萧寒同志接风，也算是我们开始工作的一个动员会。最后一项是给我们在码头上击落敌机的英雄，哎，庆功。来，来，来，来。今天在码头上用机枪。打下飞机的那个人，这个人不简单呐。别看他穿着便服，但是他绝不是一般的老百姓，没有经过军校的专业训练，不是一个老兵，就算他运气再好，也打不下那架敌机。很显然，他不是我们的人，那他会是谁呢？土匪？没有这个能力，也没有这个胆魄，那他可能是，哦，只能是那边的人，共产党的人。
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有这么一个人存在。二位，可怕呀！哎呀，文生，看见没有？这特派员分析的就是比咱们深刻。我已经找朋友去打听了，相信很快会有消息传回来。这个有必要吗？否则呢？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救救他！大夫，林姐，累坏了吧？喝点水。谢谢。萍萍啊，嗯，我们是小医院，条件有限，但只要接收了，就一定要安置好。过于严重的，送到县中心医院去。嗯。林姐，我听大家都在说，咱们这儿出了个英雄，说他一个人打下了一架日本人的飞机，大家都说这太神奇了，太好了，太了不起了。你刚刚在码头都看到了吗？嗯。大夫，那那个英雄长什么样的？大家都说他来无影去无踪，像个神仙。来无影去无踪倒是真的。大家刚刚还都在说萍萍，啊，这个病人需要做手术，你马上给我准备一下，我亲自来做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孙博，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儿了。我父亲把您当作是朋友，您要有什么意外，我没法向我父亲交代的。嗯，大小姐，我只是担心呢，担心这批违禁的进口药被发现了，那人抓了倒无所谓，损失就太大了。我知道大小姐你不容易，千方百计才把它弄过来，花了不少的钱呢。孙博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再金贵，也没有人的生命贵重。辛苦了，您去忙吧。好。郑书记，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哎呀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，没批评我，给了我面子。其实我今天的事儿做的确实太不慎重了，暴露了自己。是，你虽然把敌机打下来了，这个鼓舞士气，应该表扬，但是你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了。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了，但是他们私底下小动作不断呢，一直对我们的同志进行暗杀和抓捕。王木林同志那个事儿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。这次上级还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把王木林同志从监狱里救出来。但是监狱我们没有关系，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，他是不是关在那儿？如果关在那儿的话，在哪个监房？监狱的构造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没事，让我进去先看看。行动之前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？书记，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再往下拖了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暴露了。如果说这事儿再往下拖，我怕会有后患。兵未神速啊，你想什么时候开始？就这两天。好，好，你等一下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镇纸，你带着。这个老王是个秀才，平时喜欢写字。本来镇纸有两个，他送给我一个，你带着他进去。哎，咱组织上不是有暗语吗？我怕他不信任你，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。你把这个给他看，他就明白了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回来了，哟，少爷，老爹，我回来了啊！您猜，我给您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？那我得看看带了什么稀罕玩意儿啊！哎呦，还是我的冬儿了解我喜欢什么呀？老爹，我知道，您一直有一个梦想。就是把咱们永竹航运的船开到世界各地去。东爷，哎，
我相信迟早会有这么一天，你信吗？我只信您。哎，老孙，哎，叫刘嫂也备点吃的喝的，告诉玉珠，东野来了。哎，好嘞。今天听到一个消息啊，我听说有人在码头上跟日本人的飞机干上了，而且把日本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。这人不会是你吧？我想除了你也没有人这么勇敢，这么有本事。不是我。来喽，刘嫂，这么快就好了？哎，少爷。东家，东家。哎哎哎，东家，您听听，少爷，您听听外面，把大伙儿给高兴的。哎，雨竹怎么还不来啊？大小姐好像不舒服，没吃饭就进屋睡了。哦，那行，东家，少爷，我也出去沾沾大伙的喜庆气儿。好，快去，快去。好嘞，东家，我也去。啊，好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咱们还借着刚才的话说，打下日本人飞机的人到底是谁？老爹，嗯，萧寒回来了。寒儿，嗯，寒儿回来了。嗯，这个臭小子怎么不回家呢？我想雨竹之所以说自己不舒服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。冬儿，这个萧寒从小到大就是这样，那肚子里没有什么花花肠子，更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。哎呀，打下日本人飞机的真的是寒儿？嗯，你明天去把他找来，让他回来，我要犒劳他，给他庆功。嗯，哎，哎，等等，我那柜子里啊藏着白的，去拿。哎，萧寒的出现刺激了张衡的神经，他提醒各机要部门一定要盯紧这个人。他认定这将是自己打开局面、邀功请赏的突破口。嗯，往后退退退退，站那别动，站那别动。现在起，你是日军啊，你是日军啊，这边是镇海，这边是象山，你是日军，你会从哪个方向进攻我？想好了再说啊。镇海，日军一定会先占领镇海。镇海，对吧？对。比如说，报告营长，外面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请求见您。让他走，我不跟做买卖的打交道。他说是您离散多年的兄弟和同学。嚯，真够气派的啊，这党国的地方。东野，哎呦，你也行啊，把一个把日本人飞机打下来的大英雄说成一个，哎，他这事儿倒也挺像一个做小买卖的。去吧。是。不仁不义，不孝不忠，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回来了啊，也不回家看看我们，你对得起老爷子吗？你对得起雨竹吗？你怎么想的？我这不没脸回去吗？你还知道啊？嗯，你一走就是五年，五年呢，悄无声息的，家里人为你着急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都替你丢人。所以啊，我就特意跑到你这儿来，
好好的熏陶一下这浩然正气和儒雅之气。你少来，我还不了解你，你骗得过老爷子，骗得过雨竹，你骗不过我。你来这儿肯定有事儿吧？我哎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不是，希不希望我帮你？希望。那你就答应我条件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去。什么？把我送到监狱里头？你确定？确定。你没开玩笑？没开玩笑。当然了，只要你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呢，出来的事儿就不麻烦你了，我自己出来就行。又跟我搞这一套。我的底价已经出了，你什么底价啊？回家。回家给老爷子请安，赔不是，给雨竹道歉，这就是我的条件。这是当然的，我答应你。还有啊，既然咱俩连买卖都谈起来了，那我就白送你一个吧。啊，这次码头上的活动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，你不觉得太巧了吗？你是说日本人这次轰炸是有目的性投过来的？我想应该是。哦，这警察局现在属于司法部门，我这一个军人。哎呀，大家都清楚，你们国军向来都是。我们国军。那你是哪国的？中国呀，拥有5000年文化史的中国。我们国军这种话以后不许乱说。现在有个法，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。对，一旦我要沾上这个法，你们把帽子扣在我的头上，我随时就被砍头了，对吧？你现在思想有问题，你心里这么想的都不能这么说。所以我才把自己关到监狱里好好反省一下。你没跟我说实话。好吧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我想进去找个人。找谁呀？我替你打听一下不就行了？这事儿你真帮不了我。我想进去找一个他们所谓的根本不存在的人。进监狱胡闹。现在警察局局长叫姚华康，上次他小姨子出事儿，我倒是帮过他。我跟他说一声，他倒是能把你送进去。你得亲自把我送进去才行。我要把你送进去，我得总得有个理由吧？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，你忘了？你精神没问题吧？你是不是得神经病了？你？我想我没有。和尚，你这求人办事还迟到，你说你这谱也太大了。多谢帮忙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不是，你这唱的哪一出啊？这是。回头我再跟你好好解释啊，精神不太正常。啊，就他。对。等着吧，把门打开。是。干什么呀？快进去吧。不行，我突然想到，咱俩刚才所说的这些条件好像不太对等。我被不被放出来倒是无所谓啊，但如果我要接的人他出不来的话，那之前咱俩说的一切那都作废啊。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精神有问题。怎么耍上无赖了呢？刚才说什么你不记得了吗？什么叫你出不来了？你真不想出来了？那我这不还是被你们党国给逼的吗？赶快的，还有什么让我闹心的条件？赶快一起说出来。一会儿你跟他们说一声，让他们在里面对我好点。精神病，不会怠慢你的啊。跟我来吧。
是朋友没毛病吧？别为难他，给他吃的好点儿。你别坑我啊！哼，别为难他，啊，弟弟拜托你了。进来，把东西交出来。快点儿！我这可都是上好的货色，多担待着点儿。把衣服脱了。别，别呀！哎，你这让我把衣服脱了，是不是得给我换个新号服啊？嘿，你想什么呢？到这里来还想有件新衣服？雪花膏要不要给你来点啊？别。过来，傻小子，这可是军官和警察局长亲自送过来的犯人。什么意思？这里可是关重刑犯的地方。这你倒看不出来？你看他的脸多干净，衣服穿得利利索索的，身上一点伤都没有。那警察局是什么样的地方啊？那是鬼门关。再看他，悠哉悠哉的。那军官临走的时候可说了，千万要对他兄弟好一点，都到这地方了还能称兄道弟的，这是来玩的。还有玩到这里的？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那我怎么办啊？我还嫩啊。行了，我来。哎，大兄弟，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，甭客气。我倒没什么要求，我想给自己选个新的号子，可以吗？能，别人不能，您能。来，书记，这是报社记者的电话和地址，你们分头去通知，人越多越好。去吧。是。是。我听说你们这是模范监狱，这是我们监狱长教导有方。哎呀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兄弟还是很不错的。谢谢您夸奖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这儿关了多少人呢？啊，我们这是模范监狱，关押的都是重刑犯，共161个，人都在这儿了。哎，可我怎么看这儿好像只关押了160个人？啊，这你都能看出来？你们这个监狱是按照五行来分布的，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区。金区关了38个人，木区关了32个人，水区关了28个人，火区关了32个人，土区关了30个人。我说的对吧？这你都能数得过来？可是，这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。那有没有？他既不是犯人，也出不去的人，被关在这儿了。没有啊，都在这儿。我们这是模范监狱，不可能有啊。哎呦，我怎么把他都给忘记了？您今天不问啊，我还真把这个人给忘了。舅舅，进去干什么呢？有一个傻子没有登记在册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，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。哎，就这个傻子。味儿太大了。哎，你想什么？来人，把门打
开！是。Cheers.